心。这里我从来没来过，我第一次来耶，就是之前就只有在可能教科书上面听说月世界就是光秃秃的，然后很热，然后长不出任何的花草树木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他本人。你也是高雄人啊？那你怎么会来高雄找姑姑啊？到底是谁规定高雄人的姑姑不可以住在高雄的啊？是没有人这样规定了，只是那个……你要去哪里啊？带你去看萤火山啊！其实之前在拍的时候就想说，天哪，这到底要怎么谈情说爱？今天终于来了，但是我觉得压在后面是好的，因为现在跟玉荣哥比较熟了，因为之前就会觉得他有点不好意思，跟他不是很熟，但是现在熟了，所以就是可以放比较开，比较轻松的，就是拍戏。